哎，我是伊登，今天好带大家来体验一下白灯的夜间钓游。那基隆白灯刚好是在今天开放，可以申请夜间的钓游，然后到10点左右，所以我们来体验看看这边的钓况，然后也顺便介绍一下这里的场地给大家来认识一下，让大家有想要来这边就是做钓游的部分可以做一个参考。来这里的话，我们一定要记得要带几样比较重要的东西，那就是你在来之前要预先向这边就是所属的单位，就是他们会有一些钓鱼协会他们合办的部分，他们的联络处先做登记，然后再到现场，就是刚刚我们进来的有一个入口的地方，那边会有稽查的人员，就是针对你们有登记的部分要查核，就是证件，所以一定要记得带健保卡，或者是身份证，或者是驾照，或是能够证明你自己的就是正式的文件这样子的一个证件。再来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也要带，就是这个安全装置，就是救生衣，还有防滑鞋。这部分的话是整个对来进来之前就是必须要的配备。我们今天先介绍基隆白灯这边的第一个区块的钓点，然后在这里是属于就是非常安全的区块，就刚好停车方便，然后你直接停就可以马上在我旁边来去做钓的地点。然后所以你看到这个区块，然后整个区块的范围就是都可以来去做一个做钓的工作，然后主要的部分就是针对可能像矶钓，或者是像如果你要钓一些头足类卵丝啊或者花枝这一部分的话，我们可以选择在这个区块来做钓的渔获会比较容易获取，那也比较能够钓况会比较好一点。然后所以等一下我们还会进入摇滚区，然后来去做其他各方面的介绍，跟着我们走吧。往岸边一看，这边的生态真的也是相当不错。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了摇滚区的部分，但是左右这两边的那个消波块地区的话是禁止钓鱼的，所以我们就是要往前那部分，就是进入了摇滚区的部分来去做钓。那我们今天主要的做钓是钓龙虾，所以再继续走吧。满海的臭肚，可惜有浪，拍得不是很清楚。进来里面了哈，然后这边有一些消波块，然后看一下这边已经陆续蛮多人都已经站好位置在正在做钓中。今天的浪况算是有点小浪。风的话是还好，微微的风也蛮舒适的。我们现在要走进去最底端那边。哎，爆水花哦，水面上闪闪动人。水面现在刺龟大部分，这个是一个气功感要定的。好多哦，好多哦。青鳞嘛。应该白带。开始爆了。这边丢下去，整群跳起来。但是还小，没有特别大。
看有没有大鱼追着它跑。这里遇到蛮多鸽子的，跑很快，遇到了另外一只大兄弟。今天来到这里，刚好选在这个转角处，我们就来试钓看看。然后天气跟时间也差不多，那我们就来试钓喽。准备就绪，现在要开钓喽。漂亮的浪花，有吗？哎，有，好像有。有哈，对啊。对，应该是，你可能要上来高堤这边。上去啊？那上来？好，等一下。大鱼吧？跟他盯看。对啊，跟他盯看。对哦，哎呦，又往回缩了。对啊。他会这样回缩吗？好像慢。慢鱼啊。啊？慢鱼啊。对啊，慢嘛哈。哎。其实看起来像慢，不要，你掉到想吐了，不要，慢就没。对啊，就是慢的，看起来像是慢，就丢回去。他刚才有出来哈、哦，有出来一下下，有还以为被拉起来，就又弹回去了。嗯，有，我可以跟着你。般的超级时讯，哇，这一只，好吧，叫你爸妈来吧，阿公阿妈也可以啊，让你回家，阿扎。螃蟹，螃蟹啊。陈医师要不要？对啊，好。OK。现在他丢人。哇，粗的哦。
要被钓。黄草。红草。刚才前面那边中一只比这一只还大只，对，他中三只。好，这一只虾喽，中喽！妈，有那么重？太卷，太卷！中了，中了，中了！好重哦，根本没跳。跳？是假的。对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哇，那是网刺啊！那个网刺，你帮我用。网刺。哇，这个网子我可以用哎，我正好有这个网子，断掉了一只。耶，这个网子可以带回家，这个网子我可以用。还有一个手机捞网，可以捡一个网子回家。要下去。真假？真的。有没有骗我？鱼还是虾？过得非常的快，很快的就达到，就到了大概十点半，因为这边就是只能钓到十点半，那就是门大概11点就会关了，所以我们也差不多要离开。那今天的钓况还算可以，肉食非常的多。然后大家看一下今天，哇，你看这一只至少要1斤多，这一只至少有10两以上，非常的还不错。然后咬况大概咬6只起了。一只，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钓法。哎，哇，赛事还可以的，好，还可以。好，那今天就在这里喽。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来钓的时候，垃圾带走。感觉大家很多人就是垃圾都留在原地，然后等这些清场的人员去清理。可是我觉得有时候风大的时候还是会吹到海面，所以我们今天在钓的时候蛮多。垃圾被吹到海里，那也希望大家推荐的钓场，大家能够一起维护，然后保持干净。那也希望大家来钓的时候能够大丰收。就这样子哦，下次见，拜拜。